这个项目呢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！我希望把这个影响力做到最大化。我们应该做三个推广方案，好吧？是这样，我希望在明天中午前，我拿到这个推广方案的雏形。喂，你好，民生银行。哦，我是王东的爱人。还没还款，多少钱啊？五万？你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们啊，我们家这个月没有大额开销啊，肯定是你们弄错了。半马路支行取款啊？那这样吧，我先核实一下，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。谁花了我的钱啊？对不起。哎，对，我的钱。爸爸说，银行卡里的钱全是我的。五万，好多钱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平时过年的压岁钱也没这么多，五万块钱多少？是一座山，小山吗？还是中山？还是大山，还是超大山。嘉乐，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妈妈头好疼啊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治好你头疼的病。我知道爸爸拿钱干嘛去了，我有证据。没多有少啊，多少？五千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管你借五万，你给我五千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我你22号之前，你真的得帮我把这窟窿补上，要不然你就替我收拾了。哎呦，兄弟，你江湖救急，帮帮我不行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把这钱借给顾青了。什么金屋藏娇啊，藏什么藏啊，你没事吧你啊？啊，藏了，我就藏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藏了，这钱你借不借吧？行了，好了，那这么着啊。哎，妈妈，你别给我弄坏了呀。妈妈，金屋藏娇什么意思啊？妈妈。你看了以后不生气的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红色预警，妈妈进入了狂暴状态，一会儿就要发大状，真是越离妈妈。